我们先把第一特奖先摆在，我们先不要包。好，毛宝要不要来一瓶？毛宝来一瓶。沐浴乳，对，有沐浴乳，有沐浴乳。哎呦，卸妆水，就是家人也受益不少。这个有几？这个我打开，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你要直接一箱，不是，我们第一特奖就把它放这样子。红哥就很担心，就一直放，一直放，一直放，然后就越放越多，然后就想，哎，不对了，那这样子其他的东西，如果我们通通都放了，那到时候后面还要送什么？有点空，这边塞不满就放卫生纸。哎，对呀，我们没有送卫生纸。哦，哎，很实用哎，刚刚好，多此一举。对啊，那这样一串你觉得要贴在旁边吗？还蛮好的。哇，好丰富的第一特奖啊！对的，沐浴乳，沐浴乳，帅，洗碗的，洗碗的，帅。帅，好，这包。然后，对，沙对喷的防晒，两个都是，这个也是防晒。卸妆有两种，卸妆棉、吸收乳，这个很小，但他脸是有多脏啊？卸这么多次啊？弄冰。哦，他不会做美劳的。我包个奖，有那么难吗？真的，刚刚。我可不可以去问问那边跟小朋友聊天呢？第一名，哎，最大奖，好丑，我丑成这个样子，居然没有包哎，外面只能自己安慰自己说，反正这种心意就是冷静。第二名，把人家拿起来了，你要正面盖，你不能侧盖，对啊，这样子盖才对啊。我没给。哇！哎，好看多了。我要绑30个这个。对，我觉得。这样很棒，这样很好，这样太好，就是30个而已，没什么，29个了，剩29个了。想看最强的驻村小队就在世纪先发。立即搜寻刺激线上。